Watching time fly by from the seat back in hell. I don't know if I'ma make it, only time will tell. Lil' Wally see me hit rock bottom, pick me up with intel. He told me all this life shit happens, so you blow and I dwell. Ran back to the past, off sands, relapse. 嗨，大家好，我今天呢店里外面接了一台林肯的领航员。领航员呢我们接过好几台了，白色好像还没接过，这台呢是一个白色的领航员。之前呢是在我们的友商啊同行那边贴的全车的隐形车衣，现在到我们店里面呢是整车的漆面膜撕掉重新贴哈。现在我们这台林肯的领航员呢已经贴完了，好，现在呢就停在我的身边，看一下啊，很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啊，好，包括那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油箱盖啊，重新贴完之后呢就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色差了。好，前车呢除了标的位置我们都拆了，其他位置呢我们没有去拆啊，都是用专车专用的板型去贴的，像这些包边包角的地方我们都是用专车专用的板型去套的。这里都是包进去，全部都是包进去。哦，这种边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包边处理，包括这个边缘这边呢我们都包进去。因为白色的车你如果这里不包的话，后期不管任何品牌的膜啊，因为它这个膜呢底下都是带胶啊，都会后期时间久的话都会比较难看。然后整体呢现在贴完了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保险杠，这里有一点刮擦掉了啊。然后车主呢说整个保险杠呢去做一下油漆，那做完之后的油漆呢就变成这样，有明显的一个色差了，可能油漆没做好。但是不管做没做好，你再怎么样是绝对不可能调出一模一样的一个油漆啊，特别是白色真的是非常难调。